纳财，苦无财位，简单教你创造格局。两个墙连接中间没有门没有窗，叫做格局财。这个客厅那边已经被玻璃窗破掉，这里也被窗子破掉，那这个角被门破掉了。Oh my god！ 你们这个客厅是没有财位的。你做一个形成自己的沙发后面有依靠，形成了一个财位，我觉得非常加分了。